Hello， 大家好，去到第十条啦。呢条咧俾咗一个 quadratic equation 俾大家啦。咁其实我哋可以理解为一个顶点式啦。佢就问啦，边一个系 must be true 嘅 statement？ 好啦，由个顶点式咧，大家其实可以做少少手脚，就系将呢个抽埋个 a 出嚟，应该抽 a square 啦，就会变咗做咁样。咁样睇咧会睇得清楚啲嘅资料。如果我哋知道呢條式咧話咧，個 centre 個 vertex 咧就係呢一個，即係呢一個位置就係 h over a k， 得唔得 ？v 就係個頂點啦。OK， 大家應該背咗啦，頂點式嗰個結構。好啦，咁而家知道咧 ，h over a 喺下面，喺左手邊，個 k 就喺下面呢度，呢個係 h over a， 兩個都係負數嘅。h over a 是負數 ，k 都是負數，所以一和二都啱啦。OK， 係咪？因為 h a h 乘埋同除個正負值應該一樣噶嘛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 h 同 k 點比較呢？嗱，就咁睇咧，h k 係冇得比較，因為幅圖又冇話按比例。嗱，我哋試下用埋呢點啦。呢點係零零，我哋試下代零零落去會做到啲咩？代零零落去咧，零等於負 h 二次加 k。OK， 咁即係原來咧話俾我哋聽 ，k 咧係等於負 h 嘅二次 ，k 咧係等於負 h 嘅二次，但係都比較唔到正負值，比較唔到大細，所以呢一個資料都冇用。OK。最後答案咧就係 C 啦。